哎，东哥，你在算账哦？对，今天有好几笔账，我先把单结一结。嗯，哎，旁边的小猫是什么？好可爱哦！哦，这是我昨天在断代王所买的招财猫，它叫葫芦猫。因为柜台就好像是财位一样，所以我特地把它当招财猫使用。嗯，那它有其他的功能吗？哦，当我们工作紧张繁忙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拍拍它，它也可以变化不一样的灯光哦。可以啊，让我们有舒压的效果。哦，太神奇了吧！对，除此之外呢，它变化的灯光非常多样，可以放在小房间当做小夜灯使用，非常的浪漫有气氛哦。哦，那我要去蛋糕买一个。好，好。